都不怕，嘿，好运就会降临。嘿，你一大哥大，嘿，风雨都不怕，嘿，好运它就是会降临。有吗？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剪刀石头布，那我赢了吧？石头，这石头啊，弯弯的有没有？啊，这不是布啊？没有，有弯有没有？啊，头石头。这剪刀石头布，第三拳这剪刀石头布。哦，这次我赢了吧？剪刀这布有没有包起来？包起来。他有表演默契，他有默契。对啊，默契有没有？这里有一层玻璃，有一层玻璃哦，看哦，看哦。够了，林英大哥大，嘿，风雨都不会。不是，林英大哥大，嘿，如今。你不要再搞那个了，你们这些人太下流了，搞了几个你看。如果要知道歌词的话，可以上网来查询。别学美意。十字路口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、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。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。此时参赛者必须想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，谁先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谢谢队派出的是 Lisa、 陆嘉欣、吴东先。康康队派出的是高凌风、康康。NONO 队有郭兴如、 NONO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大家好好加油了，小天使已经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小天使。来来，刚刚做错的一个小天使。今天谢谢你，是当地人。他上次跟我们去吃牛肉面3000块的、啊，哦，也是第二次嘛。哦，了解了，那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好好，今天的名头是三杯鸡。三杯鸡啊，这不会太难。不会太难，而且我们今天的优胜队伍哦，可以得到瓦斯炉，台湾新炉哦，新炉，新炉，对啊，新炉，直接颁奖了，郭新炉，郭新炉啦，来了郭新炉，恭喜台湾新炉一个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好不好？十字路口出发啦！来，车到了，车到了，就在这边。哇！开玩笑，当然是。喂喂喂，不是这一台，是这一台了，小的了，小的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哇靠！喂喂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红黑？小哥，小哥，快点！阿姨，来，快点。Lisa， 来过来，没让车，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赶快安全带，赶快弄起来！哎，对，安全带弄起来！快点，气死我！好啊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跟你讲，有了异性没有人性，我们又成功。哼！好奇。爸爸，拜拜。哎，我们是走青春派的，所以骑摩托车。对，你载我啊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行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不是不带你，因为我这个手哦。那你不是说好了，我们在模仿你猜拳呢？不是，但是我现在用不了力气。哦，像那个我们喝那个，我们不是喜欢喝矿泉水？矿泉水，那个我就打不开，因为没有力气。真的吗？对，来来来来啊！哎，不不，这粉红色是你带的。那你人家是配合你的衣服准备的啊，这是我配的。对啊，男生带粉红色，你们好啊！我要进来了，回到过去嘛。加油！我敢要卖掉你几招？我也是看过了，没看过中年的。好，来，来，哎，那我既然是给，那我要上车要这样子。第一道菜还没有吃，哎，第一道菜还没有吃就要吐了。我以为我们已经很可
怜了，你还骑摩托车？而且他不能骑，他手永远这样。哦，对的，你看他安全帽，对，要小心啊。你看他的安全帽，高大哥啊，后面座位还很大，我看你屁股已经塞进去了。推 Nono 那个畜生包最好的车开走了，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早就跟你讲 Nono 啦，阿辉啦，都怪怪。对，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走了，走了。OK， 拜拜。哇，好漂亮哦，你看那边，高大哥，擎天钢。哦，好棒哦！以后你可以埋葬在那里，每年都来。喂，你要说你不会那么快。哦，对，你要等着我。我是老青蛙。哎，为什么人家是开汽车呢？这太离谱了吧！干了你！啊，你买车啊，是保险啊！你买车啊，是咧保险啊！啊，你在哪里？买车啊，保险啊！哎，那么好呢！啊，这六折没有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圈内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碰到长辈的时候，车子要交换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准备一下啊！准备一下。对，还把过去那一套拿到这里来。走下坡的时候，我们老真行。不是，该走下坡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下坡了。对对，该演土地公，我们就要演了。我没有走下坡，我们现在要走了。红了啦！走走走走走。很多人都觉得我怎么跟高大哥这样没大没小，没大没小，好好玩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耶！走了走了。有卖三杯鸡嘛？三杯鸡哈，哎，是不是一杯酒、一杯酱油跟一杯姜？你要学习是不是啊？不是啦，我是说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吃的一定都是对的啦。没有啦，我怕讲错啊，对不对？不会，那都上嘴巴。哎，听说我刚看对面那个鸡是你们的？我们养的。对啊，那边好多。我们先去看一下。我们先去看鸡。然后再把它抓来杀，好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就吃不下了哦。阿弥陀佛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那你先帮我们弄三杯鸡啊，带我们去参观鸡园。好好。哎，鸡园呢？鸡园鸡园。啊哇，你们有几只鸡啊？这个菜是给鸡吃的，是吧？对，几百只。天哪，哎，几百只，哇，好多。哎，他以为我们要喂的，对不对？以为我们要给饲料，你看我们被海美包围，听过来，好听话，要过来了。啊，全部跟着先。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好笑，全部跟着你。对呀、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肚子饿了，我跟你讲哈，现在呢。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，因为真的很臭，好不好？三杯鸡，哇，哎，这是素颜呢，赶紧高兴坐，坐这边呢。来来，妹子，可以看这个 view 啊，对不对？来来，坐这。第一道菜是三杯鸡啊，那第二道是韭菜炒蛋，吃下喽。嗯。哎，这个鸡肉吃起来有点像蛋的感觉，哎，吃起来像蛋的感觉，本来就是蛋。这个就是那个熟鸡蛋吗？哦，鸡肉。